88、75、65、30、42，到底谁最接近可以把我们120包家庭号的带回家呢？请公布我们正确解答。62.99元，第一组的朋友。我们刚刚看到的呢是62.99元，然后猜42元，这个120包要分给同事朋友吗？其实我原本想猜45，但是他比较节俭、精打细算一点，他就说不要啦，42就好了。才刚开始而已哦，好像呢两位已经开始在吵起来，开始邀功了。没关系，我们慢慢来，还有两样商品，大家不要急。第二样商品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样商品。好，这款由 Gangnam Shop 提供的充满创意的天然共生加湿器是今天第二件估价商品。这款空气加湿器是世界上首款具有植物特性的空气加湿器。设计的人呢，以其匠心独具的创意，将植物和加湿器以共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解决了功效以及美观的矛盾。加湿器的水分持续为植物提供必要的水分，而植物本身又增强了加湿器的效果。另一方面，简约时尚的外形加上精巧可爱的绿色植物，也非常适合作为装饰摆放在书桌、床头、办公室等任何的地方。现在就请大家猜一猜，这款设计巧妙的天然共生加湿器的市场价格是多少？请估价。我们呢非常的感谢哦，这一次呢伴随着我们商品呢是来自于 Tina Modeling 的两位模特儿，我们现场的几位工作人员很可爱，希望他们呢在这个更加呢跟加湿器融入一点点。我真的很怕哦，其中的模特儿之一 Tara 呢把那个整盆的盆栽拔起来，不过呢刚刚表现的还是很好了，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啦，非常的辛苦哦。好，现在呢我们第二要来看到的是共生加湿器，多少钱呢？请估价。好，那么呢我们的第一组不需要估了，因为你们成功的呢晋级到了我们等一下的智慧王，所以要看到的呢就是其他的四组呢他们估的是多少钱。好，我们现在呢要来看到的就是第二组了，来请公布。 OK， 45元，之前对于这样商品了不了解，还是纯粹是用猜的？有 search 过加湿器的价钱，但是对这款不是很了解。而且哦，其实这一款呢，大家放在公司里面呢也是很棒啊。喜欢绿意盎然，要有盆栽的话呢，有这个 OK， 45元，在这边有个好消息哦，答对或者是最接近的话呢，可以得到的就是魔术护枕哦。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一组，来第三组，请公布。55元，是根据什么猜出了55元？觉得这个比较特别，所以比可能好一点点，所以我们就比较中等的价钱，取中等价。OK， 好，那么第四组呢，请公布。这个加湿器就是要考验大家市场的价格，很难知道。好，59元，来，我们第五组的，请我们公布一下。49元，大家猜的好像都是在这个的 range 之中哦，40几块钱、50几块钱，但是哦。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呢底价多少钱。不过大家可能错过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是天然共生的加湿机，是跟着我们的这个盆栽，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科技，不是哦一般的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呢，比如说哦鼻子塞住啦，可能要去买一个那种 humidifier 那一种加湿机，有一点不太一样。不过到底是谁最接近呢？我们来看一下正确解答。149.99元，第四组，没错啦，伊玛的这一组也可以呢把我们的魔术护枕呢带回家哦，恭喜。现在呢我们的第一组还有第四组呢已经成功的晋级了，接下来啊我要跟各位专员们讲，我知道呢大家呢哇对于我们的所有顾客朋友的服务都很好，现在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帮大家呢服务一下 service 一下啦。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闪购环节了，在这个环节呢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猜，仔细猜。为什么呢？因为等一下呢你们最接近底价的那位朋友呢，我问一下厂商哦，能不能够呢以这个价钱呢让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呢买回家带回去。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您一定很期待吧，我们第三样商品到底是什么，看一下。好了，又到了大家期待的闪购商品时间了。本周的商品是来自于皇都电器的韩国进口 NeuroFrame 的炒锅三件组。NeuroFrame 创立于韩国，精良优质的商品已经在五大洲热销。而这款炒锅三件组采用了优质陶瓷涂层，设计精良，烹饪任何食物都不会有粘在锅底破坏美观的烦恼。最新的不粘锅技术保证使用之后易于清洁，
是烹调菜肴最佳的工具，适宜的厚度加上五铆钉的把手，体现了匠心独具的设计，更为适合现代家庭使用。东森特卖会一定要优惠，现在就请各位猜一猜，这款市价$78的 Neo Friend 炒锅三件组，东森特卖会会给出什么样的优惠价呢？请估价。哦，到了这个阶段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三件的炒锅。我必须要讲了，我自己啦是觉得市场价$78呢已经很划算了。不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东森价会是多少钱呢？专员们，请估价。好，我们现在呢第一组跟第四组呢，我们现在可以放松了，因为你们成功的呢挤进到了我们等一下的智慧王了。但是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而当然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要仔细看啦。哎呦，各位婆婆妈妈们，这个三件的炒锅呢，我们可以多少钱把它带回家？好，第二组的朋友，请公布，$80，是不是？所以呢，又到了一个状况了。这个状况呢，就是我们讲到了市场价呢是$78，所以两位觉得特价这两个字应该又要比市场价再贵，因为市场价是$78，两位呢还是要，我跟你讲哦，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再跟我们大家重复一次。Lisa。以后啊，我到华兴保险去，你一定要帮我办。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做任何的事情，最好的理赔你应该会帮我拿到最多的钱。明明呢，我的钱只能在这边，你一定会帮我要求到这边。Lisa， 帮我记一下哦。以后呢，我到华兴保险的时候，我要找他。好，没有问题。来，我们的第三组为我们公布一下，$53，猜对的可以得到的就是皇都的赠品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第五组的朋友请公布，为我们公布一下，来$45，OK， 我们呢现在呢有这个高于哦市场价的，也就是呢$80，有$53，还有$45哦。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您自己觉得应该是多少钱呢？我们来看一下正确解答，$58，恭喜我们的第三组。等一下，黄度惊讶是给真的假的？我刚刚已经讲到了，我们讲的是三件的，不是呢单一一个锅子。三件的对我来讲，我必须要讲了。说实话了，$80我也觉得小，我也觉得便宜。市场价呢$78，然后呢我们的东森价$58已经很棒了耶。哎，这个53我觉得有点挑战了。问一下场上，我们今天呢猜出来的是53，第三组哦，不是我，卖不卖？平常你讲58是不是已经够便宜了？是，那多那$5，那就当作是税金跟运费咯。等一下，我要这个是三件的哦，你都可以给我寄来哦，含税免运费58。谢谢厂商，$58哦，而且呢，哎，这个呢也是免税，而且包运费的，$58呢就可以让大家哦带回家，可以让大家得到了。在这边呢，我们也要相当的恭喜呢，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第三组还有第四组呢，成功的挤进呢到了我们等一下的智慧王了。不过当然了，其实也不能够怪他们啦。今天呢，这几位的专员呢，全部哦都是呢在百忙之中呢抽空哦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因为呢等一下呢他们要继续呢关心所有的朋友。不过在这个阶段呢，还是呢恭喜我们三组的朋友成功的晋级，掌声鼓励。但是呢，我知道各个呢都是相当的有智慧的。不过谁呢最有智慧哦，在我们的智慧王的这个关卡之中呢，能够脱颖而出，到底是谁呢？接下来要为大家进行的呢，就是我们相当紧张的智慧王。我听得懂你的推理，但是你的答案是错的。对呀，是错的呢。这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之下呢，想出了一个 slogan。是啊，听老师啊，这个样子嘞。这个样子问题出在哪里？完全正确，真的耶！是的，恭喜你，恭喜答对了。哎，2016金头脑由南加州 Toyota 经销商首席荣誉赞助赛普特精品电视，许氏森业集团，风铃旅游。Vision Smart Center 世慧琳连胜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特别感谢指定模特儿 Tina Modeling。五十八
块钱，恭喜我们的第三组。啊，含税免运费，买不买？买，买哈。而且你真的不需要一点油，它一样可以让您把这个烹调料理烹调的非常非常的出色之外呢，而且很健康。是的，这很重要，我相信最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了。好，今天为您推荐是皇都，特别为您呈现的是来自于韩国 New Friend 的这个陶瓷不粘锅三件锅具组呢，我们的市场价格是78元，今天东征特卖会一定要优惠，我们也争取了，只要价格是58元，58啦！我跟你讲，三件组，你看还有加上这一个锅具，还有内外都不粘锅，获得设计界大奖红点大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我相信绝对是值得您在家里拥有一套的。锅子不嫌多，但好锅呢有这么一组就够了。够了，而且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价钱呢真的是太物美价廉，物超所值到了极点，大家还等什么呢？赶快拨打电话来选购我们这个 New Friend 陶瓷不粘锅三件锅具组，买到赚到，限时限量哦。